印刷电路板第三季旺季不旺，导致相关的设备厂商获利不如预期，只有致胜九月份的营收逆势成长，月增年增都超过三成以上。那市场认为第三季的订单获利应该会递延到第四季，形成淡季不淡的结果，而且市场是看好致胜的获利渴望持续攀升，有机会重新回到第二季的高档水准。